对于传出基隆市立仁爱之家强迫迁移老人家住民的问题，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出面澄清解释，市立仁爱之家部分建物因为老旧已经成为危险房屋加以封闭，为了老人家的安全才依照老人福利法的规定，让长辈们自由意志下选择迁居到另外一处，位在暖暖的私立博爱家园，或是继续住在市立仁爱之家的另外一栋安全的楼房。那市政府每年呢要维护这个建物呢，大概花了6000万在进行维护，那今年花了4800万。那因为时间非常的久，所以呢这个维护不易，再加上入住的老人人数逐渐的减少。那所以说这个市政府的营运做法就是把他们移转到定内的博爱之家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。那第二个做法的话呢，我们就依照他的意愿，如果不愿意他移出的，我们依照他的意愿，这意愿是因为老人服务法规定不能够进行强制，我们把它转移到2000年新建的明德楼那进行这个安置。那所以大家看到的那些危楼啦，然后那些可能来不及修缮的部分，我们不会让他们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们在那边有31位同仁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动线上的控管。吴挺峰进一步指出，原本社会处规划在现地改建为社会福利园区，社会福利园区的计划并没有改变，但是会选择更适当的地点来新建。它是一个量体非常大的一个园区了哈，所以说拆掉重建它所涉及到的经费非常的多。那如果说你要重新规划的话，那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。那是不是适合做这个继续做老人这个安养跟养护，这个东西还要看它的一个适用性，那可行性评估相关的。社会园区的计划在规划中，这个计划还存在，但是呢需要选址，我们会评估合适的场址，然后呢在这个推这个福利园区，那不见得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仁爱之家。社会处长吴挺峰表示，将会继续听取长辈住民的意见，和大家继续沟通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采访报道。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，换装秘密2年最多省3300，120枚每月888，还加赠换装金2000元哦。比比比比比较好。